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 Sir。 今年就適逢我們 All Boys Concert 的10周年，我們都可以說精英盡出，務求帶給大家最高質素的音樂會。今年的重頭戲將會邀請到黎子源師兄就為我們演奏 English Pond 的 solo。 除此之外我們還很榮幸邀請到協恩校友會管弦樂團同台演出，以及著名沙畫師 Edith 為我們繪畫樂曲背後裡面的故事，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。約定你2023年9月17日。大家好，我是2012年畢業的 Marco。 今次我開心可以舊生的身份回到來繼續指揮我們 All Boys 的 Wind Orchestra。 正逢今年是10周年的音樂會，我們特別選了 Shostakovich 的 Festival Orchestra。 今次也是我們第一次在香港大會堂演出，對我們意義非常之重大。大家好，我是關樂軒，是今次喇沙書院舊生中樂團的指揮，今次是我第一次以指揮的身份和樂團合作。我們今次帶來大家3首的曲目，第一首是中院獨奏曲《火把鐵之夜》，另外2首合奏曲，一首是趙國平先生的《國風》，第二首是英國作曲家 Richard Story 的《火風》。大家好，我是2015年的畢業生陳卓峰。今年我們喇沙書院的舊生合唱團將會為大家帶來3首歌曲，其中一首就是捷克的民謠，叫做 Stodola Pompa。咁就希望我哋嘅師兄弟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場高水準嘅演出啦！大家好，我係舊生弦樂團指揮施尚。今年係我哋喇沙舊生弦樂團第一次公開嘅演出。咁咧，適逢今年我哋學校學生喺呢個校際比賽取得好嘅成績，所以咧，我哋會乘住呢個勢，今年會加埋舊生弦樂團精英入邊，去為大家挑選一首非常之高難度曲目《Weak String Quartet No. 1》。咁就記住。9月17日，9月17日在香港大會堂見到大家，希望大家會多多支持買票聽我們講述香港大會堂，記住來買票支持我們。夜晚7:30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，到時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喂，有壓力喎，你見到咁多人。Ready， 嚟啦！你得住，等等先。好。有壓力。怪你好似有壓力啊！你哋好似睇嗰啲打風嗰啲新聞。哇！而家好大風啊！我哋跟住啲小朋友行過。OK， 好嚟啦喎。Thank you. 来，大家 K， one， two， three。